边这都是属于宝特瓶的哦。不要想你失去什么，请看看你拥有什么。汗水滴落风雨中开出花朵，小小关怀人海里会记感动。风和日丽，鸟语花香，每天起床就能看到这个美丽世界，实在是一件让人欢喜又快乐的事情。但是更加美丽的世界也需要每一个人用心去维护，这份美丽才能久久长长。在这个时尚黄金宝藏，有一群这么可爱的有心人，点点地维护这个美丽世界。啊？啥？你不知道这什么所在哦？哇！你新来，赶紧来，来来来，各位新朋友跟我来，你要来面做位看卖。这位主上的师姐，就是阮时尚环保站的站长阿凤师姐，伊身为环保站的站长，平常时除了跟阮做伙是以外，佮负责处理站。伊将来要挂一句贴，定定就服务就是服务，挂伫嘴边。是阮最佳的典范。啊，若这个嘴角要笑，一看知影营养真好的师兄，伊是阮环保站的栋梁，总铺师林的师兄。伊伫庄仔内开一间素食的餐厅，你看伊体格，就知影煮的物件一定真好吃，才有法度家己饲到这恁阿肥，啊，不是健康，因为伊，阮永远袂枵骨头。啊！若一个生做遮尔水，又搁古锥的查某囡仔，叫做客官。你看生做遮尔水，就知影因老爸一定很帅。伊伫庄内开一间美容院，平常时上爱做的工课，除了环保，就是盖老爸打嘴鼓。伊讲这是孝顺的表现，你们相信吗？最后隆重介绍，这个生做烟斗有个充满智慧的男人，正是在下小弟我蔡福田。大家拢叫我福伯啊！头拄个阿官就是阮查某囝，虽然伊只爱甲我搭嘴鼓，不过咧，伊干小弟明白啦，拢是我生活内上较上重要的人。生活中若无这个宝贝查某囝，我唔知偌无聊的。啊，不过我偷偷甲恁讲，绝对袂当有知影哦。啊，若袂哦，尾嘴就翘起啊！这咧，就是时尚王环保站。是组织全台湾省5600多个环保站其中的一个，这每一个人拢是平凡人，但是因做的是不平凡的代志，只为了让咱的地球美丽健康。各位新朋友、旧朋友，欢迎您做伙来分享阮的故事，也做伙来加入阮的行列。讲到这么多，哦，有够脆大。来啊，你倒转哦。哎呦！你的头疼啊！哦，爸，我问你点，你什么头家里头疼哦？什么头家？我只有听，没有拎。嗯，强词夺理。你强词夺碗。哦，我讲你是为你好呢。你无想看嘛，你家己的血糖遐尔高，佮想要食这甜的物件，饮食爱轻啊，知无？哎，拜托，人林的孙兄，舞两三点钟啊，你看要甲捧着美女帽。是我尔啊，气猪鼻尔嘛。好啦，无就一碗哦，一碗来吼。一碗，一碗。李大官，给恁爸吃一碗不要紧啦。来，多谢多谢。阿凤师姐，嘿，听讲志文吼有生一个可爱囡仔嘞，你什么时阵要甲你的孙带来环保站横看？嗯，啊，有相片无？嘿，当然咯，我相片拢藏在我的身躯边。你看，这阮心肝孙的，你看，哇，这古锥呢？哎呦，古锥呢？哎呀哎呀，比阮阿官细汉较古锥哦。
哦，不怪阿凤师姐哦，最近拢花刀迄面，当时啊就是做阿妈啦。我若有闲吼，我才叫阮姊妹啊吼，专工抱囡仔，互恁大家看。啊对啦，我昨昏哦，我去参观一寡哦，咱个环保站。哦，这摆环保站愈来愈多人哦，伫咧做城中起熏法香呢。阿凤师姐，啥物是城中起熏法香啊？哦，这哦，这就是上林透早，是逐天的透早哦，5:20的时阵，伊就先做讲经。啊，迄阵啊是有一挂大学生啦，啊，过来就是一挂师兄师姐，因拢伫咧响应啊。伊讲师傅喊你早就起床啊，啊，现在地主要在困，应该吼都爱听城中起。哦，应该讲闹钟起，大家快起床，还有人在赖床。好啊啦，唔好袂讲，家风师姐就你今天该睡呢。系啊系啊。其实咯，上林嘛，足唔甘讲咱大家遐尼啊早就起床，伊是唔甘，但是伊嘛足欣慰的哦。上林嘛唔敢懈怠。所以咱有一挂做这人啊，拢趁倒早的时阵，大家共聚一堂，伫共修所，用这个网络，甲恁上林上山，听上林的佛法，叫做城中祈心法香的艺术。好，这个唯一的工课哦，我第一个响应，我也唔当去处理，我厝有四个闹钟，我马上设定。嗯，爸，安那，咱厝的刚好有三个闹钟啊。三个啊。怪你这粒大闹钟多死个啊！但是吼，你做这件代志，可能有一点仔困难度。啊，这好个活动，有啥物困难度？你想看卖，新华乡这个时间是透早5:20，啊，咱若是这孙仔孙仔，都爱吼，都爱较精神连线，等于就是4:00，都爱咱家环保站啊呢。4:00都爱来。是啊。啊，无3:00就起床啊，啊，哪有可能啊？吼、哦，重新考虑。不过我是感觉，大家应该较早起来哦，听这个熏法香。嗯。你想看卖哦，早时日头打出来时阵，咱的身体头脑上好，这个时阵吼来听师傅讲法是上赞的啊。哎呦，你敢爬起来？那也爬不起来，这是关系应该。你无听人讲哦，早睡早起，身体好。啊，讲还比唱的较好听啦！啊，哦，来来来，你唱一首啊！阿姐，阿姐啦！啊啊，阿姐啦！啊，来来，给那个倒提起来！谢谢！大包行哦！感谢哈！大包！来！感谢！哦，阿红姐嘛！当时给这台啦，常常吼来跟我说，哎，你啥布料好用嘞哦，哎呀，够方便哦。前几工才做的啦，想啊做做哩哦，啊来要回收较好势，较方便啦。这台你家己做的哦？对啊。哇，你真好嘞！哎呦，啊这脸哦，都歹你让我直接甲倒的啦。上细看有影嘞，这拢敢那叫人无爱恁阿嘞吼。哎呦，无啦，哪什么厉害？你唔只厉害，伫咧做这环保，较辛苦啦。你这个年岁就发老，啊，我两个要安怎？还阁真少年的啦。无啦，不要紧无，不要紧，休困一下啦。好好，物件我来接你啦。休困一下。哎呀，你做啥啦？那么困啊？几点啊？我来看近视成语啊。哎呦，对吼，九点嘛呢。嗯。爸，这节目吼真正袂歹呢。那是在时跟人家参观熏法香，就会使马上立即听着上林讲话啦，安尼一定更加更较好诶。嗯，普通时你拢困到日头白脚床啊，你哪有可能起床熏法香啊？我哪有？我哪有困到日头白脚床？我早是7:00就起来啊呢。嘿，拜托诶，人熏法香4:00-5:00就开始啊呢，7:00起床啊，法香早都散光光了啦，还熏什么熏啊？我才袂像像你共款呢，为着熏法香，我一定较早起床的。我食你狗狗，撒你暖暖，还笑你无才调。我讲会到做会到。安尼哦，好，你来明仔载，莫讲4:00，
卖讲五点，六点起床就好啊。算我输，我若输，我甘愿甲你洗一礼拜碗。好，一言为定。啊，你若爬袂起来咧？若是爬袂起来，我来洗一礼拜碗。好，我驷马难追。六点，我已经调好势。竟然讲我会睏到日头爬脚床，这届我绝对给你体验一个洗碗的乐趣。来睏。哎呦，明仔你得好好洗碗哈。干老师，我咧洗，你若洗无清气，我绝对甲你骂。还是好清气，我嘛是好清气。哎呦，啊，梁总，我太过欢喜啊，睏袂去。洗碗洗碗洗碗，我就给你洗碗洗到较欢喜。金素姐，老赞哦！你看，七点半。七点半？嗯、欸。没到高龄呐，闹钟响，我一定也听得到啊。唉，讲到那咕咕叫哦，莫讲乱叫，我吵你袂精神啦。但雷公嘛，无法度甲你吵精神啊。哦，那种睡相，做人无彩，做比较精彩。我知影、欸，一定是你。你偷偷啊，把我的闹钟关掉，对不？早顿我食饱，我伫遐，我放伫灶卡，一地我都拢无洗，慢慢啊洗好清气吼。嘿嘿，哭！做人无彩，做你精彩。刚讲闹钟害去。一定是阮爸啊，超过会把阮闹钟起掉，要若无，那可能困过头。马师兄啊，老早。哎，阿坚师姐早。哇，扣真济安尼。系啊，啊，我遮拢扣好啊，咱来去后一位遐扣。哦，好啊。马师兄。嘿。等下啦。啊啦。马师兄，这玻璃杆啊，嘛用个回收的呢。有啊，啊以前我嘛拢有摕去卖啊，啊拢卖无介侪钱，啊尾啊拢嘛甲当作粪扫甲撇撇掉。马师兄，你当来环保站吼，可能较无了解啦。啊，虽然讲这玻璃囡仔卖无偌侪钱，有时阵吼一公斤囡仔用个卖一角，啊回收的时阵吼回向更麻烦。遐毋过吼，咱做环保本来就毋是为着要趁钱啊，是为着要让这个地球吼更较清气啦。所以不管吼这物件价值偌侪。只要用个营业回收再利用，咱就应该爱甲回收好啊，吼。哦，安尼我甲遮拢甲捡起来啦，好不？好。好。啊，阿红姐嘛。嗨，阿关哦。嘿。哦，你伫遮咧做维修是哦？对啊，差不多要捡好啊啦。哦，是安尼哦。哦，安尼真好，啊，较紧做做哩。阿头较早先休困，好，阿我先倒来吼。好好，再见啊，谢你啊。再见。阿坚师姐，啊，我也拢扣好啊。哦，老马师兄，真麻烦你吼，我提灯去环保站啦，啊，我来个吼，阿文静啊，倒拖车吼。阿你好，好啊，好啊。阿文静嘛，阿文静嘛。阿官，有什么代志啊？我来给你倒拖啦，哈，来啦。哎哎，不变啦，变啦，我来就好啦，我来就好啦。不要紧啦，咱做伙行啦，行。哎呀，多谢哈。阿官啊，啊来，跟你阿头，跟你阿头，哈哈哈，对，多谢。人家也客气啦。黄金嘛，啊，现在这里姐姐啊，啊，
哎呦，这啥？这我做 QA 啥，伫咧赢烧水啦。这是你家己做的？对喏，我家己做的啊。我都捡一寡迄落番麦果啦吼，啊，迄落水果皮的啦，甲伊拍互打，啊，甲伊白白几捆，甲伊上茶壶，啊，通来 QA 赢烧水嘛。哦，唔免用茶壶，用这就用的哦。哎。哎，安尼就蛮不稳的。来来来，咱入来入来入来入啊！你变啥梦啊？像是搁唔转来，我拢是都唔是安尼呢。喂，彩虹电公馆，找谁？爸。是我啦，好，阿官啦，你哪还袂回来啦？不都做妖的呢，回来煮饭啊！我伫个洪建明兜啦，你暗时要家己食哦，我留因兜食饭吼。哦，我知哦，你即摆逃避生活是毋是啊？真毋是咧，做你食饭哦，食饱我睏咧，我当天洗啦。喂，我卡挂电话哦，有你嘛？讲你怪有效，把我甲放那么厝里呐，今仔个无滴个哦，家己炒菜去分担。哎呀，菜汤汤的呀，无食啦。你啊，生甲这个囝，好三。君啊，哎呦，好变啊，哎呦，阿君无看，安尼扛你强滴。去阿公家嘛要请啦，甲我放那么吃一个孤单老人安尼。安尼不要紧，咱两个孤单老人有伴嘞，我才有油饭，咱大家共加吃。油饭，咱两个分分的来。哎呦，啊，哎呦，你看，油饭好水哦，我上爱食油饭。你若爱食油饭哦，你叫恁阿官紧过，阿拉去洗洗咧，你就油饭通好食。叫伊生哦，不如我家己生较紧啦。我是想哪讲？啊，你毋是毋知影？若叫嫁人啊，就讲我唔嫁啊，听啊烦啦。哎呀，人是友好，唔甘嫁，要陪你，要陪我，嗯啊，要气我啦。我来请我弟。好，加油分，好。好胖哦。志文啊，嘿。啊！你讲我孙子啦？阿官啊，阿官收得好啦。你遐坐，你唔坐，去啦。哎呀，别去！啊，去啦，去啦。来，吃饱了，咱泡茶啦！来，去啦。这泡茶，泡茶。哎，阿爸，啊，你三个囥在家，人要安怎坐啦？去伸手的啦。嗨，安尼，歹势啦。哎，糟糕，水滚啊啦，滚茶啦，去我来救，坐啊。红妹啊，安那，平常时你伫厝内底拢是安尼哦？安怎着？啊，你负责的代志就是食饭、泡茶。是啊，哦，我知影啦，恁这少年人看袂惯是对唔对？嗨，那阮这古早人哦。我拢分得真清楚哦，查甫人哦，就是负责赚钱；查某人负责家内事，拢安尼做家，伊都拢分得清清楚楚。这咯吼，伫阮阿公啊迄个时代吼，传落来到即马。哦，安尼听起来，阮家嘛有一个古早人呢，伊嘛是啥物代志拢唔做，放互我一个人咧做，伊就干那会晓翘脚咧吹手，搁看电视。迄个人哦，阮爸爸。哦，是安尼。哦，阿官啊，阮较早人就是安尼啦，所以啊，这个家事拢是咱查某人负责爱做。啊，你若讲要叫伊做呢，哇，伊若甲伊做唔对，爱搁起错，后来我毋是搁定做，哎，毋是麻烦，对唔对？那，谢谢。歹势啦。
啊，就我迄孙仔吼，足歹穿呢，暗时啊拢唔困啦，啊，所以讲阮姊妹啊，讲叫我吼去家斗三工者，所以我可能爱休困一段时间来去顾孙哦。哎呦，阿凤师姐，你放心啦，环保站吼，阮会家了顾好好啦。对啦，阿凤师姐，囡仔较重要吼。多谢恁啊，恁这么体谅我。啊，我若要去吼，嘛爱一段时间嘞。所以我若离开的时阵吼，啊，咱这个环保站这个站务吼，可能就爱叫人来甲我做一下代理站长。所以吼，我要来找一个人，看会当甲我斗三工未？代理站长。有啥物人意愿无？阿凤师姐，我甲你讲，若讲到这代理站长，我感觉我家己应该是一个真好的人选。你看，我这个汗臭，我身体勇健，夜间时还要煮食，选我不对啊！拜托的，林的啊，选站长呢，都唔是选健美先生个，站长是环保站的门面。这个人外在好看，巴肚内头内在，有动力，有活力，佮加上独特的魅力，我有一个好的人选，我大胆个宣布落去。代理站长是阮阿官，因老爸我出风电，哈哈，多谢，哎，鼓掌通过。无啦。哎，其实我来做应该嘛是来。我少年有活力，阿凤师姐，环保站交代给我一定发展。我啦。感谢恁大家这么踊跃，其实吼，我的心肝内早就有一个理想的人选。我谁啊？阿关师姐，哇，我胜利啊！签名？那安尼？是讲阿凤师姐，你哪会选我？我阁是讲你的孙，你妈孙兄，伊也是我爸爸的。对啊，他凭什么？阿伯啊，其实哦，做这站长嘛是无啥物困难啦。最主要是吼，都爱点收即个回收的物件，啊，搁环保站遮的车辆，啊，所以讲吼，遮的物件较啰嗦啦。啊，我看平常时啊，阿官对你的身体拢足照顾、足用心的，所以我感觉讲吼，这个站长的任务来交代予伊，一定会足好的。所以唔足搁爱阿官甲我斗三工。伊毋是用心啦，迄是加步啦。好伯啊，那你的经验上介丰富，环保站事事行行拢爱你看头看尾。啊，那讲你妈师兄，啊你爱开素食店，啊那大日子的时阵哦，啊你足无闲的，啊我若搁将这个物件搁交代乎恁两个，我是惊讲恁安尼会受忝啦。对啦，爱分工合作吼，安尼环保站才会愈来愈好啦。阿官。啊，那安尼环保站这代志，我都爱拜托你哦。阿凤师姐，多谢你这么信任我。你放心啦，你无伫的时阵，我一定会把环保站顾好。环保站站长甲其他志工同款，并无身份官阶分别，拢是不可或缺的一份子。只是站长加了一份责任，就是维持环保站的运作。阿官接任站长站务了后，以调直认真的个性。发生什么趣味的代志呢？下一回请继续收看《欢喜相逢》。手牵手，有你伴我伫这，风吹雨刮，有珠泪，有感谢，希望后一代有好有山，有鱼啊，有鸟食，心打心。